看甲董及徐正，皆京师能术胜。宋州城张朱禄，明王氏皆道学。译文：汉代研究经学最著名的是贾逵、董仲舒、许慎、郑玄四人，他们都是儒家的大师，都讲授过儒家经学。宋朝的周郭仪、陈浩、张载、朱熹、陆九渊和明朝的王守仁都是研究道学的大师。